爸爸，您老说这个，我就不爱听。你就是要听，你就要跟我好好读书。这种东西有什么用？啊，这些女人全是皮相之美，能当饭吃吗？当然能了，上了海报就出名了，出了名就有钱，还能去日本周游。日本人占领我们的大好河山，国仇家恨不共戴天，你还要去日本？你就不怕别人骂你汉奸？那是你们大人的事儿，我就知道我要当美女，我要上海报。慢点。同学，走啊！小心点啊！王琦吧。哎，陆教授好，您是过来借书的吗？是啊，我想给妮子借几本梁红玉、杨蒙女将之类的书，让她好好看一看什么才是青史留名的中国女人。那好，那一会儿我再帮您找吧。那你先忙。你看婉秋姐姐，她不只是一个人啊，管着图书馆一大屋子的书，她还特别喜欢看书，她才不会喜欢平庸不堪的淑女比赛呢。我不信。为什么不信？你又没当面问过她，怎么就知道她不喜欢？妮子，进来，把门关好。小夏，一个美差，还是放到老地方。哦，科长，你这个眼线到底在握谁的底啊？我都替你放了好几次命令了，怎么也没看见你拿到什么结果呀？小夏，你能不能不要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呀？人家给你帮这帮那的，问一下也不过分嘛。这是公务。那我上次去你家假扮舞女陪一个可疑的男人跳舞，也是公务。你看你，你看。我可是替你当了交际花了，你要请我喝咖啡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是公务，公差情务。你昨天还说了，一忙完了就请我去的。好好好好，不就是喝咖啡吗？哦，对了，科长，那个姓岳的长得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的，如果要是一己分子，那还真可惜了啊。这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好了，去执行吧。是。
你等，你到前面等爸爸。哦。站长，岳振声跑了。没有回公寓，整个人像是蒸发了一样。动用所有的关系，一定不能让他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。是，一个好消息，向之昌查到了那两个受伤学生的下落。在哪儿？共荣医院。同志们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是一个没有找到，一个没有救出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真是丢我们青岛地下党的脸了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这是从秘密交接点取出来的。这不能走啊！我找邱医生，我跟他约好了。约好了也不行。我是教书的，我的咽炎非常厉害。我管你什么喉炎马炎的，叫你走你就走，少跟我啰嗦，走。好，走吧，快走。黑组的负责人梁光在哪儿？干我们这一行，背后都应该掌握一把。他们够快了。这就是 K 组啊，无孔不入。我老婆是外科护士，她娘也是我老丈母娘，从乡下来了，我过去跟她说一声啊。什么老公老婆老丈母娘的，让你走你就走，惹急我让你们全倒霉。好好好，我在下边等呢。啊，他们还在哪儿？谁？陆焕章。看来梁光他们是来救这个受伤的学生的。我看一定是。日本人戒备那么严，这几乎是不可能。除了日本人和特战处，我们的盟友啊，也不让我们省心。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他们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吧？老蒋不跟你讲信用，我们必须要慎重，防止皖南事变再次重演。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这帮学生？为什么不管？既然他们当中有像马国勋这样的赤色分子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救他们？院长可是一贯仇视共产党的。这些学生之所以迷失方向，就是因为受了共产党。再就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安全感。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既给他们提供安全的屏障，又能让他们施展抱负，那他们会怎么样？那当然是去既能够保护自己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。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让打进 K 组的订书机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，如果最后他们一定要把这帮学生弄到延安去，那我们就里应外合，灭掉 K 组。我可没这么说，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都在打日本人。再说订书机好不容易才得到梁光对他的信任，我可不想轻易的动用他。
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岳正生，把那几块板子弄回来。这件事关系到我们青岛站的荣誉。是，站长。不要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啊！哎，慢点，小姑娘。刮着我了。哦，请问这儿有没有一户姓梁的人？在楼上。好，谢谢。谁呀？这是你们家呀？对呀。家里大人呢？他们出去了。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医生，他快不行了。もしもし、私だ。すぐ出発。蹴り込み、幻滅しろ。医者来たぜか。今すぐ死なる捜査しろ。大日本帝国への協力欲しい者は、すべて殺してしまう。はい。带学生走。是。到那边看看。哟，副科长。哦，这么巧啊。什么这么巧？你说的不是这家酒吧吗？我可是来赴你的约来了。怎么，后悔了是不是？没看到我在出勤务吗？又找借口。借口？什么找借口？你有没有看到有几个男的从这边跑过去啊？我觉得他们像地下党。追的就是他们。
他们上楼了。哎，刚才和谁在说话呢？啊，我在问一个招待。没往哪跑？你带人到后院看看。好，走，去后院，走，走。骗老万他们，不懂了吧？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是怕功劳啊被老万他们抢了去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让我去送那个小药瓶就是为了钓地下党。还是小夏聪明啊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这顿饭你到底请不请啊？下次再说吧。别动，把身子转过来，慢慢转。老爷，哎，你可真是神出鬼没的，说不见就不见，说来了嗖的一下就跟从天上掉下来的似的。这不还是掉到你的地面上了吗？怎么样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和那些工人弟兄们都还好吧？哎，自打一年前你走了以后啊，兄弟们一直在想着你。一提起你为大家除掉了那个姓秦的大汉奸，个个都竖大拇指的。哎，你这次回来又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趟回来是来接一批青年学生。学生？啊，是不是那些汉奸和日本人也在找的那些学生？没错。你准备把他们接到哪儿去？接去延安。这可是大事儿啊。是啊，住的地方也给他们找好了，只可惜到现在一个人影没找着啊。哎，老岳，那你这些学生的事儿没和地下党联系吗？联系过，他们要求跟我直接见面。见到了吗？那你说吧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？我来找你也就是这事儿，你替我转告那些工人兄弟们，以及他那些各行各业的亲戚和朋友，替我留心着。如果一旦发现跟学生有关系的消息，不管大小尽快告诉我。那简单啊，可是我要想找你那就不简单了。那咱们就换一个简单的，我来找你。那不就小事一桩了？不，海哥啊，这次这事儿可是大事儿，天大的事儿。
我要你高中一毕业就娶我，我可不想再等了。你要是再等不及的话，就干脆嫁给宋景润吧。你讨厌，我根本没有把宋景润放在眼里，在那个世界上，我心里最爱的人就是你。不过我最害怕听到你说你爱我，我更怕你妈妈听到，因为你妈妈从来就不喜欢我的工人男。板子呢？板子在哪里？学生在哪里？我们拿什么跟程军将功折罪？先生，我动用你的一切手段，一定要找到板子，找到那些学生。属下明白。立即用9号密电给定书机发报，让他马上报告 K 组的情况，还有他们的任务，绝不能让共产党把这些板子还有学生带到延安去。是。队长。队长，发现什么了？码头的老洪报告说，有一个叫张守义的学生正在码头上当管账先生。他仔细观察，肯定是越狱的学生。小马也报信说，他去了徐志忠的家，徐志忠确实回去过。他去过，那现在呢？不知道，他们家人什么也不讲。告诉码头老洪，让他暗中保护张守义，不要惊动他，等待指示。是。这个地方不对头啊！快走。定书机传来了密报， K 组最近确实是在大肆的寻找那些学生，准备把他们送到延安。另外 K 组的秘密联络点也已经转移到了永和里16号，他们今天下午就要集中部署下一步寻找那些学生的计划。先生要我做什么？我让你找的那个岳正生呢？监视岳正生的人回来报告说，他最近好像在找什么人，尤其是对年轻人比较感兴趣。原来岳正生也在寻找学生啊，难怪他拿到了板子以后不马上去延安，反而要留在青岛帮助寻找学生。看来这些学生里面确实有一条大鱼。大鱼？丁书记说从延安传来重要的指示，要青岛的地下党全力地寻找一个叫天明的青年，并且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把他送到延安去。什么？一个小毛孩子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送到延安去？这么说，这孩子来头很大，他的父亲是中共的某位领袖。
什么？中共领袖的儿子？谁呀？这一点丁书记还知之不详，但既然是从延安的最高层传来了指示，说明这个天明绝不会是等闲之辈。那这可是一件大事啊，先生。是啊，一件大事，一件齐天大事。按照委员长的一贯指示，抗战一旦结束，那国共合作的这块招牌就不用再打了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中共领袖的儿子控制在手里，那到时候会怎么样？先生，志昌，你的脑子灵，你给他解释解释。各位，我们一旦抓住那个叫天明的人，委员长就可以把他作为一个政治筹码押赴延安，统一政令，清除异党，光大中华。现在要看我们的了。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来得个借刀杀人？这样既可以一劳永逸地断了那会儿学生的退路，也便于把那个天明抓到手里。志昌的意思是说，让丁书记把今天下午 K 组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报告给特侦处，让特侦处的人出动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，这样一来，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力量去找那伙学生了，只能乖乖地看着我们把这些学生一个个的找到，送到重庆去了。K 国民点灭起落。副科长，快求主任命令所有人下去集合。怎么了？天空岛聚集了一伙共产党。同志们，今天我把大家召进来，就是分析一下关于这几天我们救助同学的情况。小李，麻烦你件事儿。嗯，这车我要用一下。你带两位同志去附近找一下。李峰，你带两位同志去宝灯路附近寻找一下。马强，你带两位同志去福山路附近。小李，能不能再快点？轮子都开飞了。我怀疑裘主任的情报有假。夏姐，你这意思是？你想啊，地下党的组织是何等狡猾，几年了特侦处什么时候抓到过 K 组的一根毛？为什么偏偏就这次让我们拿到了确切的开会地址？裘主任当然收到内线的情报了。什么？我们在 K 组埋有眼线？更好了。
先生，都弄清楚了吗？弄清楚了，马全确实死了，和 K 组的人一起死在了那个联络点里。不该成这样，他怎么没跟特征处亮出自己的身份呢？他是双料的，大概是混乱之中一时俱焚，
再加上日本人过了进来，所以一切都搞乱了。死就死了吧，这种人。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您这里有萨克斯手吗？我会吹萨克斯。萨克斯？那边有位已经有吹的吗？我看见了，可是我不比他差。哦，你是来搅场子的？不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搅场子的，这叫做竞争。优胜劣汰，您没有听说过吗？记得那个学生的长相吗？没问题，下巴上不是有痣吗？先生对这个人非常重视，千万别出错，去吧。好嘞。嘿，卖杂货嘞！哎，有汉奸吗？什么是汉奸啊？汉奸都不知道，就是陀螺。哦。来，你们自己找吧。刚才进去一个大学生，哎，他是我侄儿，他是我侄儿。刚才是有人进去了，但肯定不是你侄子。哎，不可能。哎，我说了没有，是我侄儿，我看他进去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来人呐，让包子抢人啦！这是什么？别叫，先不去，人在里边。荞麦面，粟粒甜，紫砂烛陶罐，杨家岭宝塔上，高高连着天，连着天。心儿深，月儿
悄悄挂走远，挂走远。风不管水拉拉路远远，也无眠恨世间路远远。我要去去。